I'll shake. Hello， 我是江江。今天呢，提姆呢要去杰克家玩。哇，杰克家真的太有钱了。据说他是 Trevor 的侄子啊。那你看到他这台跑车就是不一样。哇哇，这不是之前那个有一集任务，然后 Trevor 从中间走出来吗？然后房子爆炸这样子。哇，你看杰克，杰克先带大家去看一下这房子的结构好了。他们上次那个 OK， 他们上面有破洞啊，那我们现在修补这个破洞，所以这边呢会堆积一堆木材。来吧，提姆，带你去参观我家。哦呦，这里有那个 Mary Weather 的一些装备啊，不晓得什么东西。哦，一进门就有沙发。这是给客人坐的，嗯，到处都是沙发，奇怪，怎么没有电视啊？是不是应该要装个电视机啊？不好意思，这边才刚装修好啊。好 ，OK， 这个有 bug， 它有一些东西飞上来了。哦吼，是鸡吗？一只鸡掉在上面。欸，现在 Trevor 跟这个阿嬷是住在一起了，然后这个阿嬷在做烤鸡给我吃，很香吧？不是香烟哦，是那个烤鸡的味道。对，我跟阿嬷很像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发现？其实我跟阿嬷其实还蛮像的。好。走吧，提姆，带你去看另外一个房间。这是我们的交易厅啊！哦，超大瑜伽球啊，改天可以试试看啊。哇，这个墙壁上有个辣妹啊！我发现这个灯好亮啊，整个照亮这个。这个破旧的房间，哎呀，这个厕所居然没有灯啊！这个等一下，这个箱子是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空空的。OK， 发现好多钱啊！这边是他们赌博的地方嘛？哦，这个砖块是干嘛的啊？这个 Trevor 叔叔居然没有告诉我哦。来吧，提姆，带你去看我们的地下室。哒哒，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有钱了吧？满满的黄金啊！哦，我们有一个维修人员在下面维修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然后这边是干嘛的啊？分散器吗？我们看一下，桌上还有钱呢。这是我们一个小型的私人工厂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什么？居然有一只脚在马桶里面！天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哇塞！啊，太恶了吧！不管他了。哦，这个洗手台好脏哦。走啊，提姆，带你去看其他地方。哇，破烂的家饰。啊，等我改装好了呢，就会焕然一新了。这个房间坏了啊，空空如也。OK， 这是 Trevor 叔叔的房间，我的房间在上面。然后呢，这个房间呢是哦，哇哦，这是另外一个叔叔的房间，他表弟的房间。OK，
看起来不错哦。好啦，提姆，带你去楼上看一下。这边有影印机啊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我的房间啊。哎，为什么床会变？有没有看到？超赞的吧！我的电脑桌还可以看到监视荧幕，虽然说这边有点旧啊，不过翻新一下就好了。然后我们时常在这边喝酒。哦，这可以看我远方哎，啊，目前不能用啊。没关系，不过这里的 view 很棒，而且旁边还有这个小型花盆，非常的绿意盎然啊。然后这边是我泡露天澡的地方。看一下这里，这可以进来哦。算是二楼的卧室啊。啊，这是一个很脏的厕所，啊，到处都是残破不堪啊。OK， 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交易厅，地上有睡袋啊，然后我们时常在这边熬夜打撞球，所以就在旁边睡着了这样。旁边有咖啡机，哟。这边可以，哎呦，哇哦，里面有个辣妹，好亮啊！她干嘛？晒日光浴吗？这里看不太到她在干什么哎、欸。我们去外面看啊。哎呦，这是崔佛的女朋友。哇，这边还有一个花瓶哎、欸，我要怎么过去啊？这里？爬过去啊！哎，崔佛叔叔，我带提姆来我们家看一下，然后旁边那是他表弟啊，我们在这边修补房子。OK， 看来还需要整修一段时间啊。哇，提姆居然绕过来了、啊，看一下，哦呦，辣妹。辣妹在这里，而且她很尬，儿童不宜啊。走，提姆，带你去看我们这边还有另外一个私人小飞机，在这个仓库这里啊。这台飞机呢，是之前 Trevor 做任务的时候。坠机在这里啊，然后他幸运生还，所以我们在这边住下来了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他的好朋友呢，帮他维修这台飞机的引擎啊，不错吧？非常好。哎，叔叔，我带提姆来我们家玩哦。啊，对了，我们水塔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农场的面貌啊，先带他上去看一下。是不是很赞啊？